淡淡的白色光晕，而且带着一股泥嚣。是木牙精！在场的人恐怕都有自己的算盘，这一场木牙精的争夺战已不可避免。此人，这笔血债，我们叶凡博士不会忘记的。妖娆，通知叶兽以及其他五名巡查使，叫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里来。霸道的念力兵器，不过仅仅是刚才那样的攻势，似乎还不足以杀死突破后的林妖。你的念力兵器应该有独特的攻击模式，他在利用其他长老来窥看和分析我遁天锁的秘密。战神宫第四元了，真是老奸巨猾。你们继续。巡查使不会只有这么点能耐吧？这一次看你还怎么逃！
厉家冰雪大帝面前，谁敢造次？都给我让开！穆罕德森，罗峰，等一下，穆罕德森，我们联手，穆雅经我们平分。啊！我听说你跟罗峰交过手，他的钻山锥我刚刚也见识过了。即使是黑神套装，也未必能完全防御。但如果是多人联手，钻山锥必然顾此失彼，我们就有机会拿下他。才一个照面，就分析出了钻山锥的不足，这个伊斯特拉真是精明而狡猾。没进之前，早为上进。青梅，这位就是野兽，据说连馆主都承认
在百米近身战斗中，野兽的实力之强，整个地球都无人能出其右。真下血本，三大精锐都到齐了，极限武馆不会抛弃任何一名成员。我还怕了你们不成？红不在乎，来多少人都没用。这八颗木牙精我要定了。梦境木牙精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冷静，现在这阵仗可以说是亚美利加和欧罗巴两国一起对付韩夏国，印凡那边立场还不明确，要是他们肯帮忙，恐怕误导的木牙精就没韩夏国的份儿了。对面人多势众，如果现在开战会非常艰难，必须尽快突围。魔方精神念师的进攻手段并不仅限于控制自身武器。可惜你漏算了一把。不好，好吧，就是现在，别让他靠近木牙精。就算要接近木牙精，面对围攻也没法带走。如果都想得到，不如都得不到。这边四颗向南，三颗向北，一颗向东。魔方，魔方！极限武馆去找木牙精了，我们分头去追。等等，魔方恐怕是想借此分散我们的战力，再逐个击破。我们得多人一组，避免落单。雷查尔联盟走北边追赶妖人，欧罗巴走东边追赶野兽，而木牙精数量最多的南边由亚美利加负责，恐怕是因为没人敢跟莫罕德森争吧。他们分成三组抱团行动，无法逐个击破，而且还不知道伊斯特的行踪。最好分开他们，如果不能，至少要做到快速减员。冰山大哥，我们方向一样，不如一起对付亚美利加。保险的办法。